会，生活品百味，方言小课堂尽在麻辣烫。前几天啊，有个朋友跑过来跟我说，哦豁，你给我介绍那个对象又蹉跎了，然后啊就连连叹气。为啥子呢？这个蹉跎啊，其实就是丢了、断说、莫搞了的意思。就是说啊，他那个对象又跑了，这事也就黄了。清代的刘声山《寄春台》里说，二百娘子几乎把命蹉跎，还无大声吗？在这里这个蹉跎也就是蹉跎，他就不仅是丢掉，还有性命断送的这个意思。其实在四川哈，西北这个词也有失去的意思，但是程度啊就要更严重一点了。如果说蹉跎是损失惨重，那西北基本上就是一无所有了。像在麻将桌上哈，你是不是经常听到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一盘又蹉跎了，意思就是又输了。那如果说的是，哎哟，今天盘我好凶哦，把我都洗白了，那意思就是输光了，输惨了。哎呀，别，咋个越说越晦气了。好了，那凤姐啊，就在这儿要祝愿大家工作对象都不蹉跎，这样啊，生活才能红红火火。啷个那两爷子恁个按了都还没回来哟？水吐出来了。老婆，你是没得耳训的吗？我跟你说好多遍，不准跟那个新媳妇两个来往，你听不到吗？黑的，娃儿给我磕到，磕打，听啥子烦？哎呀，我觉得你们以后照顾娃儿还是要把戏的。走了。哼。哎，机器妹，机器妹，想想看，娃儿那个衣服啷个回事？打得幺八四四，你啷个在带娃儿的？别说我啷个在带娃儿的，我还想问你啷个在带娃儿的？是我的娃儿，今天 在河边去耍，不小心就勒到河头去了，然后还好机器妹把他救起来了。真的啊？啷个回事？你跑到河边去抓子？妈妈，我到河边去耍，这水在清德上去了，流到河头去了。呛了几口水，马上都要沉下去了。幸亏那个时候机器妹叔叔把我救了起来，不然我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哎呀，幺儿嘞，哎呀，糟了，好危险喽！你看。你跟机器猫两个关系很好哈。哪个是机器猫了？我认不到啊。你装嘛你？我说正经的哈。我们两家的关系啊，搞得那个猫，现在机器猫阴差阳错的救了喵儿，成了喵的救命人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感谢他们？哎，你说我要啷个感谢他们呢？我觉得你说了算。老公，我发现你啥子本事没得，都会说废话。走，换衣服。这儿马上这个人流量就大起来了，防暑工作要做好，听到没有？平时拖两道地的时候就拖三道地。嗯。还有就是那个空调，该加氟的加氟，听到吗？好。还有。还有啥子？进来嘛！麻花儿，今天又打算生吐啥子？你说的啥子？真的是闷风头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哟，你刚不就是在风风头吗？啊！再说了，你那么胖，看不扁。开心，那是亮亮给你准备的1000块钱大红包，你拿着。啊，妈，哟，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又要搞啥子名堂？咋子啊？还装啥子啊装？未必机器猫没跟你说吗？机器猫，啥事啊？是这么的，今天小强掉到水头了，我正好路过，我就把它捞起来了。其实也没得啥子，这种事情遇到任何人都会出手相救的。哟，看不出来
你还见义勇为啊？啊！开心，把钱捡好。嗯，这个钱不能要。等我嘛，钱少了。我不是，哪是钱少嘛？不是。不是嫌少，都把收好。要是你一直我还给我的话，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哎呀，你说我们又不是像你说那样子的啊。收到，收到。不是都好哈。开心，你二天有空啊，多在我们屋头去找小强耍嘛。但是记头起，千万不要走河边球啊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有啥事我都先走了哦。来，慢走，不送。哎，马儿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双双这个人还多讲道理的。哼，咋不讲道理嘛？你把娃娃都给他救起来了，他如果还不表示的，他还是人吗？哎，你晓得哈，上次我们就睡啊他那个床，还喊我们拿了1000块钱，今天算扯平了。哼。嗯，那个，那个以后我可不可以找向前干耍了？随便你，二水少了。哎，好久没喝了，我开心了。就是呀。哎，相公，我发现你这个脑壳还是有点空巢，想个这么好个主意。哎，我还不希望娃儿下水那个事情对我造成了启发。嗯，你想嘛，我那个婆娘真是再混不讲理，还面对救国红娃儿的救命恩人，你总要刚刚带得上。哎呀，救命恩人这个帽子我戴起。我总觉得有点不踏实，还是有点担心。担心啥子？我担心你那个娃儿，他把我们演戏的事情说出去，我小娃儿哪包得住话嘛？老钱，我儿子我管晓得。嗯，那娃儿呢，进得去考验。进得去考验就好。走，我陪你钓会儿鱼。哎呀，我都喝麻了，今儿钓的鱼哟。喝麻了吗？就钓妈妈鱼噻，走，知道哈，钓妈妈鱼，走，钓妈妈鱼，钓妈妈鱼。今早的叫啥子？是我。你黑我干子？你今天惨的点儿是吧？莫打莫打，我这次过来是要告诉你个秘密。啥子秘密嘛？今天大秘密哟！那个，你给我200块钱，我都把那个秘密告诉你。第一天想些法来花钱，滚！哎，苏总姐，那真的是个秘密哟，关于你老公的大秘密。你要说滚就说，不说啊滚就啪，钱没得。哎，那好嘛，我走了。有些人呐、啊，有些事儿要一辈子都蒙到骨头喽。真的。奶奶，先拿到100。讲完之后再给你另100，你要是敢喝我的话，我能不能随意给你灌到嘴巴头，你信不信？哎，
好嘛，那我都说了嘛，是认得你。躲啥子躲？躲啥子躲？手伸出来，伸出来。老婆，老婆，你个死人噻！哎呀，哎，老婆，娃儿犯了错，也不能惊到他，我来教育他。你又哪点把你妈惹到巧嘛？我好生认错嘛。老二，妈都晓得了。你妈晓得了，都把错认了噻。二叔，妈晓得了，我们喝酒喝了，喝他的事情。哎。我说你个娃儿都是一定，你做错了事情嘛，勇于承担没承认。等等。小心看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居然把我当猴子那么耍。你进去。好，娃儿已经进去了。婆娘，我也是有尊严的啊。好的是，我也进去了。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，你进去干啥子？老婆，不至于哦，啊！我都是扯了个小把子，而且我是善意的谎言，我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想跟机器妹儿搞好关系嘛。你为了和你的兄弟伙搞好关系，你不行，教你的娃儿说谎，把你婆娘当哈人好。好，你不是喜欢和你那个兄弟伙搞好关系噻？你就和你那个兄弟伙两个去过嘛，滚！我不能滚，那屋头没得男人不得行。你算是个男人吗？你都是个窝囊废，要脸嘛儿没得脸嘛儿，要本事也没本事。当初我真的是瞎了眼睛，追我的人当初是恁个多，我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比你强十倍、强百倍。滚，马上滚！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喊我滚，我跟你说，滚都滚！肯定滚起去找你那个兄弟伙去，哼，没那个撇头。喂，麻花啦，我上次给你2000块钱还给我，为啥子啊？哈哈，因为你老公是个骗子哎。你老子跑，老子跑！我看你起火，有火要跑好远！你是老公进水了嘞，老公遭门夹了嘞，滚！老婆，滚！哎，香香啊，吃葡萄。哎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也不要那么垂头丧气。哎，我们两个又不是犯的啥子。包二来找小姐那种不可饶恕的错，过几天婆娘们气消了，我们就可以转起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气那么容易消噻，就好了。那铺点可以啊，多甜的。别的本事没得，开那么大个果园，水果管饱，放心，把你饿不到。还是乡下好啊，土头有菜，水头有鱼，葡萄园头，还有兄弟伙。你真的想留下来？城头那个花花世界都留不住你。城头也不是千好万好啊，而且城头的压力比乡下大，我们的根儿在乡下了嘛。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的，说真的。如果你真的想留下来的话，找你婆娘商量呀，留下来跟着我们一起干。那
气都是空了吹，现在先想点办法让我回家才真的。庄双姐，你们去哪里哦？我去水。哎，哎，老婆，你们那是咋去？你妈老坏了，不理他。老婆，你带起儿子是要去哪去嘛？那妈要带我做外婆去。外婆哪去啊？那就是的话，我晚上都回家去住了。想得美，老娘晚上还要回来的。你那么喜欢在你那个兄弟伙那儿去？你又在他那儿继续去住噻。关你屁事！我们首大的邻居啊，要证明是明显的战车的过程。哎，看那里的天，我要降温了喂。个乡亲看你，宁愿在外头睡个四五天都不露。不行，我去看一下。我儿还听话噻。哎呀，我婆的事情我不晓得。哎呀，你好啰嗦哟！哎呀，我不晓得。哎呀，还没休息啊？哇，这批货急到赶到给别个称出来又送进去，不然别个人要是我们毁哟。品质还可以。哎呀，你要吃嘛，在这拿两头拿嘛，是我称好的。哎，到时候搞错了，别个要说我缺斤少两的，都长了尸皮。哎，想你看，这么多天没回家，想不想你老婆？不想，我想啥子婆娘，我一天过得神仙日子。哎呀，你也不要口是心非。我不想回去。哪个又不想回到家里面跟婆娘两个一起一家人和和睦睦开开心心的？我是没得法。哎，你也不要叹气哦。要实在是想老婆的话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各回各家。要是回去他们不让我们进屋的话，我们又转来，你说要不得？哎，是啊。好，上火，上火。老板，老板，讨口水喝嘛。哎呀，老板你有人没得嘛？你闹一声嘛，老板。有人没得，老板，你说嘛？老板，老板，人呢？哎呀，我都讨口水喝，都没得事。我个人呐。哎呀妈，舒服。哎。
那家主人家还好客呀、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死想想看，死想想看。那个没素质的，在我院坝头摔那个空气瓶、矿泉水瓶子，你回来了哇、打呼喊了，还把个人都打醒了。那我说，我从来不打呼喊你的嘛。老婆，我回来了，你开门嘛。我现在错了，开门嘛。吼啥子吼？吼啥子吼？外头那个公婆睡起恁个安逸，你回来做啥子啊？我不想睡公婆，不安逸，我想回来。老婆，我整个脚上全部都是凹些蚊子包，外头蚊子多得很，你让我回来进屋嘛？该遭凹死的活该，